到新闻现场，寒流来袭，今天真的是天气很冷，在宜兰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，气温更是来到了零度。下午十点开始，陆陆续续下起了冰线，从山头放眼望去，几乎是雾蒙蒙一片，除了部分区域的树枝结成了白色的冰状物体。中午在太平山庄附近也飘起了冰线，不少游客还一度以为是下雪了，是开心的不得了。而目前温度是持续的下探当中，北风强劲，如果湿度足够的话，非常也有可能出现今年的第一场雪。我是吴一璇，想要收看最新第一手的讯息，赶快加入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按赞开启小铃铛，最专业的主播群说新闻给你听。